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TFBOYS， 今天是我们家族的平安夜演出，叫什么呢 ？TF 家族圣诞奇幻夜。很遗憾，我们因为有其他的行程安排，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跟大家过平安夜。听说这次准备了很多节目呢，你们最近应该都在加紧训练吧？对，首先呢，还是要谢谢你们，因为今年给了我们每个人都送上了生日礼物。是的，谢谢我们的师弟们，这次我们不能去现场，你们要加油哦。所以呢，你们两个师兄有什么话要送给我？就希望所有的师弟们好好发挥，然后不要紧张，加油。其实就是不要紧张，然后发挥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就够了。那作为大师兄，是不是也要发展实力？其实我觉得，因为你们私下训练也很辛苦，然后每一次训练你们都会有更大的进步，所以这一次就像总结一样，就把每一次这个经验都给总结出来，在舞台上好好释放出来，享受舞台就好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轻松与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欢乐的时光。是的，作为你们的师兄，我们是会看直播的，祝你们要好好的发挥，不要太紧张，好好表现吧，预祝你们圆满成功。另外，今天是平安夜，所以呢，我们也提前为大家送上圣诞礼物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天天开心，祝粉丝们圣诞快乐，好好看师弟们的表演，祝你们圣诞快乐，开开心心和家人一起吃苹果保平安。以上呢就是 TFBOYS 给大家送上的祝福 ，Merry Christmas， 拜拜。